各位学员，大家好，这是 CSIF 漏洞专题的最后一讲，如何应对 CSIF 攻击？根据前面讲解的案例和我们对 CSIF 原理的介绍中，可以看出，要完成一次 CSIF 攻击，受害者必须依次完成两个操作，第一个是登录受信任的网站 A，并在本地生成了 cookie。第二个，在不登出 A 的情况下，访问了危险网站 B。那么，我们只要不完成以上操作的任意一个，就不会发生 CSIF 攻击。上节课呢，我们通过检测和利用，生成了一个在本地生成了一个 HTML 代码。我们现在先把它放到远程的网络里面，就是放到一个 B 的网站里面，你可以看到这是阿帕奇搭建的网站，这个是小旋风搭建的网站。我们一开始的 A 网站就是小旋风搭建的网站，我们现在通过访问 B 网站的这个页面。页面其实也就是提交的那个生成一个后台管理员的代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登录了受信任网站 A，这是网站 A，我们在后台登录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登录了网站 A，那么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什么好友啊、QQ 那个人弹了一个信息说，你可以访问一下网站 B 吗？我这边好像不能访问，对，类似于这样的。他访问了之后，叫你打开这个链接，点一下，你会发现，你就在本地网站 A 上面放了一个123的管理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确实123的管理员已经成功添加了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攻击的 POC 放到了 B 网站，我们只要在 A 网站登录的情况下访问 B 网站的这个存在 CSIF 攻击代码的 B 网站的页面里面，我们就会在 A 网站里面成功执行我们的 CSIF 攻击的代码，就会生成一个123的管理员。接下来，事实上你是无法保证以下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。在登录了一个网站之后，不再进行打开另一个网页，或者是说是访问另一个网站，这是现阶段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二就是说，关闭浏览器之后，本地的 cookie 立即过期。事实上，关闭浏览器并不能解除绘画，因为 cookie 机制的问题，因为有一个长期 cookie 的机制。就是说，你继续打开网页的时候，它的 cookie 生效之后，可以直接进行访问。第三个是 B 网站，也是一个受信任的、存在漏洞的、经常被人访问的网站。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给出几个可行的解决办法。第一个是可以利用 HTTP Watch 之类的监控网页访问的程序，防止 cookie 被截取。第二个，对于一个网站而言，可以禁用诸如长期授权的办法，或者改用瞬时授权，可以在每个封表单中提供隐藏的 field ID 之类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可以利用双递交 cookie 的办法，这种方法呢只适用于阿贾克斯，这里面就是 ASP.NET 的技术。如果某个授权的 cookie 在被 post 之前就被 JavaScript 代码读取的时候，那么限制跨域规则，那么就会被应用到。如果服务器需要在 POST 请求体或者说 URL 中包含授权的 cookie，那么这个请求必须来自于受信任的域，因为其他的域是无法从信任的域读取 cookie 的。
这是前三种的解决办法，还有后三种。第四个是使用特殊的浏览器，因为现阶段多窗口浏览器，打开新的窗口之后会带有当前的绘画，这就带来了安全问题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浏览器，就是说打开新的窗口，并不会带有我们的当前绘画，那么我们就会不存在 CSR Load 攻击的。第五个，由于 CSRF 时效性的问题，可以采用浏览器绘画结束时自动清理浏览器 cookie 的办法不是很好。第六个是在非 GET 请求中使用 Security Token，就是安全性令牌的办法，就是在 form 表单中添加一个新的 token ID 之类的办法。这以上的办法都是可以解决 CSRF 漏洞的，但是有些办法还是可以绕过的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